人间净土，人间净土，人间净土。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各位听众，阿弥陀佛，又到人间净土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今日节目是继续公播学佛群疑。学佛群疑呢是台湾圣严法师的著作，我们看着他这本书来跟大家介绍。请问法师，什么东西是五眼呢？我们在某一些佛教的图像那里可以见到他们的面那里是出现三只眼的情况，也就是在两只眼之间的眉心那里另外开一只眼。事实上人类是不可能有三只肉眼的，所谓的第三只眼呢只是象征，也就是在一对肉眼之外另外有心眼。心眼的意义呢是有心有钱的，钱的就是指普通人的思想活动，心的呢就要讲到五眼了。五眼是除了肉眼之外还有层次不等的四种心眼的。所谓五眼呢是指从凡夫至到佛位，对于事物现象始终本末的考察功能。有人呢就称眼睛是智慧之门，又或者是灵魂之窗。眼睛能够明辨物象，增长知识，修行的层次越高，心眼作用的范围亦都越广。凡夫经由父母所生的肉眼能够见到的距离和范围呢都是相当有限的，太过细、太过大、太过远、太过近都不是肉眼所能够见到的，太过黑又或者是太过强烈的光度亦都不是肉眼所能够适应的。如果能够得到天眼呢，就能够在物质世界之中自在地观察，验受距离、体积又或者是光度的限制。不过呢天亦都有层次，有地居天、空居天和禅定天。地居天呢就是一般民间所信的福德鬼神以及四天王和忉利天的天神。空居天呢就是指耶摩天至到他化自在的欲界天神。禅定天呢就是指色界和无色界的二十二层次，层次越高天眼的功能呢就越多和越大。所谓天眼呢就是能够见肉眼所不能够见的事物，除了是不受大小、距离和明暗的限制之外呢亦都不受遮隔、隐藏或者是通透显露的限制。它是不需要通过光影的反应，而是精神力的反射或者是折射的作用。天眼呢是有修德和报德的不同，一般的鬼神呢都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天眼，称为报德。主要呢就是由于他们没有肉体的束缚，只有灵力的活动，减少了物体的障碍。一般的灵媒呢亦都就是鬼神所寄托依附的人，这个就是藉着鬼神报德的天眼而能够见人所不能见的事物。人修禅定呢亦都可以得到天眼的，但是禅定的目的呢并不是在于修天眼，而且即使是修到天眼亦都未必是表示已经入了禅定。天眼的功能呢亦都能够见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原因就是由于任何现象的发生就已经有它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做了一定的业力就会造成一定的果报。往往呢在现象还未曾发生而发生这种现象的力量呢一早就已经形成了，如果是没有其他的因素加入的话呢它就成为了必然是会发生的事实。所以呢有天眼的人就能够预知未来，天眼的能力越强呢
能够见到的未来就越久远，而精确度呢亦都越高。正话所讲到精确度，亦都即是话明呢，天眼并不是可靠的，只要一加入了其他的因素呢，未来的事态就未必会是产生他预期的结果。就好比呢两个人在说捉棋，而他们呢如果是越叻的话，所见到的那些棋的步数呢就会越多，段数越低，所见就越少。但是就没有说呢任何的两位棋力相当的人，他们坐在捉棋呢可以一坐上去呢就知道了那个胜负的结果。因为呢世事的变数实在太多了，定数只是局部和短时间的现象，万法因缘所生，缘变则变。所以佛法并不执着天眼，亦都不鼓励人呢是为了使用天眼而去修天眼的。所谓五眼呢，除了肉眼、天眼之外，还有慧眼、法眼和佛眼。慧眼呢就是罗汉所证的，能够见到十二因缘生死流转的征象，所以呢能够出生死轮回，不受身心世界的束缚，离五蕴出三界。这个呢跟世间一般人所讲的慧眼识英雄，又或者是独具慧眼，这些的功能呢显然是不同的。世人所讲的慧眼呢是世间的智慧，还存在着有我这个观念的，不过呢就比较深切明锐。而罗汉所具的慧眼呢就无我无执的。法眼呢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所具的，他能够见万法的本性，亦即是法性，亲证诸佛法身的一份乃至到多份。其实呢法眼和正法身是有关的，如果只是见性呢还不能够称为具足法眼，而只能够确信法眼的存在和法眼的功能。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它非有色非无色，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或是一切都是，亦都可以说一切都不是，有执着的一切都不是，没有执着的一切都是。具足法眼的菩萨呢就称为法身大士，这个是非凡夫所能够想象的。无我有两种，分人无我和法无我。正人无我离人我执呢就是罗汉，正法无我离法我执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罗汉离人我执得为眼出三界，而菩萨更进一步离法我执正法身得法眼，虽住三界但不为生死所困，所以呢就称为法身大士。有些护佛法的外道动不动就说已经是证得到慧眼或者是法眼，其实他们连天眼都不是，只是气脉运动的反射作用，或者是得自鬼神的灵力。至于佛眼呢就是具足前面四种眼所有的功能，它是智慧的全体，亦都是大圆镜智的本身，又称为大圆觉，亦都称为无上菩提。